不过这菜园子金黄瓜了，生菜都被小兔子吃了，看这生菜，连小兔子啃的，香菜长挺好，豆角不行，这丝瓜是才长这么高。看，那可是隔壁姐姐给的叫什么来，合掌瓜呀。拿来时候秧子可好了，现在长得不好，不过这几天长起来好像还比前两天好一些了。 那黄瓜秧也不知道咋的，看就死了。可人参可长得不错，辣椒、柿子、西红柿，这个有又黄了。车来拉垃圾箱了。 行了，这高度就可以了。你往下修修，大哥，听我的，不要听那迷信，将来倒了，它高还得麻烦。行，没事，好，行，你修行，跟那一般高是吧？差不多得了呗。行，好吧。我再往下看就行了，看这松枝大树。行。
戴完手套就不能戴了，全是双标。全装车呀、啊，这是这个车离子数，咱们得给修了。山东咱老乡，好嘞，把机油上去，录也录不着了。不要了，不是不要，太高了。哦哦，我以为不要了。要，歇歇尖儿。今天我们哥仨来干活，今天特别热，30度，俺们庆宇让我领回来。这车厘子树后边修完了，看，就是这棵树，垃圾装完，完了后干的那边活，这后院多漂亮！这是红枫，后哥呢再把这边给修修，就是挡到房檐这了，后哥把这给修修挡。动物都上房了，顺这边等着。完了还有这个树根啊，看长到房子这儿了，所以这个把地砖都拱起来了，所以猴哥又把这个给你修修。这就是猴哥今天要干的活。来过来绑，这么绑吧，不用不用，你起来吧。